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继续来 Everland 上一次呢，我们进入了这个闹鬼森林，没想到梅洛斯那位魔族超级怕鬼的，跟外观完全不一样。好啦，那我们中途来到一个记录点，那之后呢，上面感觉是出口，我们往下走走看，下面不知道还没有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希望攻击能提升一点，不然这个僵尸打好久，好麻烦，而且他不太会被击退，不好打。好，楼下，一个往左的路。右边有好多陷阱的感觉哦，右边路感觉非常难走。好，左边有什么啊？这里有哦，好多只鬼哦。这里看起来有点麻烦喽，这是怎样？被封印住了吗？还不能打是不是？好，有要全部一起打哦。好，好快哦！他还有那个鬼火，鬼火这不知道能不能打掉快！这样到底有没有？是不是要先打掉这个啊？打掉好了。快死掉了！啊，被撞死了！哦，旁边那个要先打掉啊，旁边那个有点小麻烦，直接绕过去。好，那马上打旁边这个。好，两刀可以解决。这个很麻烦，很难闪，它会喷斜的，然后又喷直的这样。好，解决了。突然变位置。砍！解决解决，差点死掉。可恶啊，那个移动方式怎么感觉跟之前的不太一样？我需要补血，好想要补血哦！偷打，好，我好像快升级了，我应该升级就可以先补血了。有了 ，level up， 等级11，好，血量增加了。好啦，继续往前，先偷打好了。突然发现我刚刚外面在放鞭炮，超级大声的啊！稍微暂停了一下，我们继续，先远远打。好，好像站在这个位置就 OK 了，有点大概斜对角在一半的位置，大概是 22.5 度的位置，有没有？这里就安全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冲超快！好，解决。我们现在还有几只鬼啊？好像打了3只多了。3只左右了吧？左边有记录点。好，下面补个血。好，下面 OK。先往左走，超大只的啦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们先远远没反应，好像要先触发那个墓碑吧。好，我们集气一下。好，这个是怎样？这个是怎样？这个我要怎么办？梅洛斯踩一下，没有反应。没有反应呢，有隐藏的路，穿过来这里，穿过来这里要干嘛？跑来这里打个草，这个到底要干嘛？还是我从背后偷偷打他？这一只是怎样？
档案这里，看一下还没有别的路。哎，好像没有了耶，没有，暂时没有反应。对，这一只没有反应，打墓碑也没有反应。不晓得要干嘛，不然我们先走别条路好了。我记得右边好像没路了耶，还是右边有隐藏的路，去看一下。右边下面可能有密道吧，这里感觉很可疑，看一下。可疑，有，这里有密道，水中有一个墓碑耶，这个是要打一下。哎，没有反应。好，绕来这里喽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地下道耶，有一个往下楼梯。又变成这个模式了。好，下水道模式。好，哎呦，上面还有路哎，上不去。这个好高哦。这个高度不够啊。这个高度要怎么上去？我们好像没办法二段跳吧。打不到他。高度不够高哎，这要怎么上去啊？难道会有什么增加跳跃力的道具吗？先往下走好了。这一个骷髅头，哎呦，跳太高。好，这里也是好高哦，这要怎么办？奇怪的蘑菇。好，这个太远了吧，一定会踩到啊。这里也不够高啊。等下是可以冲刺跳吗？也不行哦。我们先往下走好了。蘑菇不够高，哎呦，跳太高，一下不够高，一下又跳太高，好讨厌哦。哎呦，想要把那个上面那个先解决掉。好，上面有一个大石头，打破了，流水哦。好，等一下之后下面就变水下的世界了。好，那刚刚那不够高的我们就可以直接浮上来，直接用浮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补血。好，那就哇，这样要冲快一点。那个蘑菇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用。蘑菇要干嘛？装饰用吗？不能吃啊，感觉也不好吃。好，冲冲冲！好，然后右边，这里有一个东西的样子，一个很像蜘蛛网的东西，就这样吗？可恶！好，吸个气，继续。好，去左边吸个气。好 ，OK。现在已经算是习惯水下的世界了。好，上面，这里好像，这里没有。先往右边。好，这里有宝箱，先拿一个。应该星星吧？又是粘液，怎么下水道一堆奇怪的粘液？那绿色好多个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差点撞到。就这样吗？就这样吗？我是刚把水给放了出来，那会对外面外面帮那个水池里的墓碑会不会就是变没有水了？真的呢，刚刚墓碑就是干掉了，干掉之后我们就可以打日鬼了。好，解决啦。
那么剩下应该就是最后一只吧，上面有一只大只大只家伙那里。哎、欸，要跟他对话、欸，哎，要跟他对话。好，所以你就是胆敢进入我的森林的闯入者，他就是雅塔伊哦，那些鬼的使者的王吗？好，这座森林属于迪蒙尼亚的王国的国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国王？好，属于他的国王。尽管他靠近帝国，但这明显是我们的领土啊！人类恶魔，你们真是一模一样，不是吗？在这地图上画出一条线，然后互相厮杀。好吧，这森林是我的，因为我和我的鬼魂朋友们都生活在这。啊，鬼魂是他的朋友？对啊，毫无疑问，他们在我想要的时候能够让我开心。啊，听起来不像真正的朋友，更像仆人啊。嗯，点点点，真正的朋友，你又懂什么呢？人类，点点点。好，如果你认为这么特别的话，人类找到我的鬼魂，如果你不抓住他们的话，就别想通过这座森林。啊，怎样？什么？我找到了我所有朋友的鬼魂？哦，我刚刚已经找完了六只嘛。好吧，想我的承诺，我会让你们离开这个森林。但是，现在我该跟谁玩的呢？果然还是要打吗？还是要打一下？滚吧，永远别再回来了！可怜的守卫，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朋友是什么滋味。好，他好像就是守在这个森林的守卫吧？也不用跟他打哦，真正的朋友。好，好，太好，不用跟他打。感觉就很厉害，这样我们应该就可以往上走了。刚刚那个森林的迷宫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好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闹鬼森林了。OK， 出来了，闹鬼森林。刚绕了那么大圈，只是这一小块哦，只是刚刚这么一小块哦。一个灌木丛的厚度而已，我们就绕了那么久。好，上面就是营地，好小哦。魔族营。哦，看啊，人类，他们怎么找到我们营地的？快快抓他们，不然让他们跑了。等等，啊，梅洛斯领主，他是领主哎，你还活着？在你被术士们抓取之后呢？国王还以为你永远回不来了。哦，这些人类帮助我逃了出热那亚，他们是我的贵宾，绝不可以对他们不敬哦。哦，人类帮助了你，好，信不信由你。他们的确帮助了我，带我去见我父亲，我需要马上跟他谈谈。对了，告诉我的儿子，我回来了。好，他果然是这边领主大人啊。好，魔族的领主，肉的，好买肉的吧，梅洛斯。好，稍后我会解释一切的。我必须在事情变得无法挽回之前见见我父亲。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助。好，梅洛斯回来了，那我们逛一逛。我知道你们那些人类怎么骗到梅洛斯领主的，但我会盯着你们的。好，你们很幸运，人类。好，总之来先来搜刮一下吧。嗯，魔族的有没有商店之类的？宝箱哎、欸，不能开。进不去、欸，那魔族的好小哦、喔。好，你最好跟着梅洛斯大人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但既然你们对魔族士兵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话，我就跟你们讲讲我的生活好了。出生在60年前，对一个魔族人类来说，我还很年轻。你知道我们活得比人类久多了。我在迪蒙尼亚的童年生活呢，还算平静。我们和你们前一个皇帝确实也打了一些战，但是都是小打小闹、例行公事而已，你懂的。好，假打战。人类和魔族从来没有真正的相处过，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有一个人类朋友。
他可和你们一点都不像，但是我们在一起很快乐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些的原因。话说回来，我刚刚说到哪了？好，不要再说下去了，好长哦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和我说说话，人和人聊聊天真是不错啊。其他模组不喜欢跟我讲话，因为我话太多了。啊，你也知道你话太多了。好啦 ，OK， 结束了吧？还没，还没结束。好，哎，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好，超多话的啦。结束了没？哦，终于说完了。我不要再跟他对话第二遍了，超级长啊！看一下旁边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嗯，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搜刮一下。你不饿吗 ？I am and you look pretty. 什么 appetizing 什么？应该是很饿的意思吧？好，好像饿了可以吃了我。啊，后面居然没有翻译。好啦，那应该是要去找梅洛斯吧。欸，这有草。好，欸，有好像武器店欸，看到武器店了。可以买武器吗？我想要升级一下武器哦。你想要什么？铜剑，欸，攻击力加五欸。哇哦，有了，我们有新武器了。铜剑看起来真不错，但是太沉啦。然后还有铜盔甲，我也买一下吧。好，铠甲耶啊，防御加四还加五，你把它脱下来就能跳十尺高了，这么重啊！好，那我们旧的剑好像就可以卖掉了耶。啊，我们还是先留着好了，不缺这20块，说不定它之后什么磨一磨就变成什么神剑之类的。啊，不过外观还是一般的剑，外观不会变。好啦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商店哦？嗯，他们的这里吗？中间，先旁边绕一绕。好，他也不会相信人类了。好，这里呢？父亲，我回来了。他叫阿图斯，梅洛斯，我的孩子。我还以为我失去你了。当帝国士兵和术士联手在野外，无视我们之间的休战，并袭击我们的时候，是你站了出来，让我们其他人撤退的。我只做了身为我们人民军队的将军该做的事情，我也必须保护你啊！你做了你该做的事，必须承认。然而现在的情况可不乐观，在帝国军队奇袭之后呢，我们和剩下的军队走散了。我尝试过在这里集结我们的军队，但是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，术士们的力量太强大了。父亲，我们必须战斗。我知道，但现在我们开了坏头，什么不好的开始吧？我们恐怕在我们回到迪蒙尼亚并部署防御之前，他就会遭到攻击。在公投身处了几个世纪之后呢，人类看来决定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铲除了。我们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，而且并不是说人类都是邪恶的。我在那热那亚认识两个善良的人类哦。我很高兴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交到朋友。父亲，还有别的事。帝国建造了一个叫做秘密武器的东西，我调查了它的能量源，它有着可怕的力量。如果人类用它来对付我们的话，我们整个王国都会烟灰飞灰飞烟灭。哦，我听说过这种关于秘密武器的故事，但是我没想到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们必须阻止人类。不会让我们的人民受到伤害的，父亲。老弟，雷诺，他儿子吧，老弟。哦，来了，老弟，你回来啦！
我就知道你还活着，我的孩子。嗯，雷诺，原谅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你一定很伤心。一点都没有，我连哭都没有哭。我知道我老爹最厉害了。哈哈哈哈，是的，你父亲确实是最厉害的。他杀光所有卑劣的人类，然后回家了。耶！好，这些人类是你抓来的俘虏吗，老爹？不，他们是很好的人类，我真的可以称他为我的朋友。好的人类，但是人类都是坏的啊！哈哈哈哈！等你长大了，你会明白的。我希望你也会有人类朋友。绝不跑掉了！咚咚咚咚咚。菲娜小姐神情难下，原谅她，她还只是个孩子啊。对她来说，所有人类都是人类啊，不然嘞，所有人类都是坏人吧？坏人类。好，我理解。如果人类小孩和魔族小孩都这么想的话，我们两族之间还会有和平吗？哦，差点都忘了，你不是来听这些故事的。我会带你们找到魔法石板，他们就在营地北边的峭壁上。好，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好，不过记得根据事实的话，好像是最后人类还是会打赢嘛。这边人类还是会打赢魔族，但我们感觉要回来改变历史的样子哦。我们要阻止人类，把魔族给歼灭掉，避免悲剧发生。那我目前要去北边的峭壁吧。好，往北边的峭壁，右边还有一条路哎，看一下。感觉会有哎呦不同颜色的草，哎可以砍掉，就这样吗？奇怪的草。好，那往上走。好，这里就是峭壁的石板，就这里了吗？这就是我说的魔法石板。这确实是一块魔法石板，和带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那块石板有着相同的符号，但是问题来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激活它。怎么办呢？激活它？魔法石板只是古代马吉文明的一块纪念碑而已啊，它没有什么别的用途吧？有事情发生了，这是啥？糟糕，人类军队打过来了吗？是帝国，术士们正在攻击营地。什么？他们到底怎么找到我们的？找到他们！迪摩尼亚皇室的人一定都要抓住。哇，好多人哦，来了耶！哈，你在这里，大詹辛哲，快跑，孩子，快跑！啊，梅洛斯、迪摩尼亚、阿图王国王的儿子、将军和王位的继承者，这一切都亏了你啊！我被跟踪了吗？你是怎么？我怎么跟着你的呢？哦，那点都不困难。尽管我不认为你们能穿过闹鬼森林，但当你们真的做到时候，只要猜猜你们会从哪个方向走出的森林就可以了，然后我就来了，被跟踪啦！这切都是我的错。哦，不必烦恼，反正你也不用太绝望太多了。小心，魔法石板被他炸掉了。哦，发生了什么东西？哦，魔法石板启动，吸进去了。连梅露斯一起被吸进来了耶！噔，消失了。我们又被魔法石板包带到哪边去了？他们消失了，怎么可能？找到他们，他们不能啊，他们不会走远的。
我们不晓得又被魔法石板带到了什么时代去了。但是这次连梅洛斯都，哇，画面变好好啊，画面好 3D 啊，梅洛斯好壮哦，原来梅洛斯这么大只哦，好，快醒醒啊，快醒醒，好，变成三四头身了，好，好 3D 啊，菲娜，快醒来哦，醒来了 ，Hello。好啊，你到底在干啥？你没有占我便宜吧？才没有嘞！好，变 3D， 旁边的二 G 人物还是CG 人物还是长得一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在哪？魔法石板炸掉了，士兵们摧毁它的时候，它被激活了，这意味着我们回家了。好吧，希望如此，但我有些奇怪的感觉。就像是有天我吃了太多巧克力，但是肚子没有痛，什么感觉啊？好怪的形容哦！你没有相同的感觉吗，库洛？没有，我保证我们最近都忙的没有时间吃这些东西。好，梅洛斯要睡到什么时候？不管怎么说，不说什么巧克力慕斯了。梅洛斯，快醒来哟！好，那块魔法石板已经没有用了。好，梅洛斯。好，那些术士去哪了？还有我的儿子，他怎么样了？梅洛斯，事实上这点有复杂，该怎么说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复杂？他们都死了，对吗？好吧，别急，让我解释。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。解释起来可不容易。我们现在和刚才已经不是一个时代了。库洛和我都是从现代来的。我是说，对你来说，现在是未来；但对我们来说，你的现在是我们的过去。我不确定我说的清不清楚。我没有理解。他们都死了，你是想告诉我这个吗？从某些角度来说，是的。或许，也许他们只是变老了。我拒绝继续这个对话。我要找到我的儿子和父亲，并且救出他们。好，梅洛斯脱离了队伍。我想，我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。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去，库洛。好，我们感觉，我觉得我是回到比现代更未来的地方，毕竟变得很 3D。好啊，那我们之后就要，已经变雕像了，这已经变雕像了。好，那我们之后就要继续来 Everland， 在感觉是现代的时代，这个雕像应该是人类战胜之后才有盖的这个雕像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。那之后呢，就是我们 Everland 3D 时代的世界咯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见啦，大家拜拜。